Cynthia， 欢迎来到今天的 vlog。 我等一下准备要去找昌元，然后因为昌元很懂花卉，或者是就是他很喜欢盆栽啊植物这些，但因为我本身很怕虫，所以我一直觉得在家里摆盆栽会长虫虫，但我就觉得啊，我现在家里好像少了一点这种绿意盎然的感觉，所以我就请他带我去香港的叫花街吗？是吗？有点像是台北的建国花市的一个地方，打算要去找一些盆栽放在家里。刚刚我稍微量了一下我想要摆盆栽的位置，就是我浴室的前面，因为我房间就是位置的关系，只有在这个地方才会比较照得到阳光，感觉比较不会死。对，所以我刚刚照完相量完尺寸之后，我就把它放到 iPad 里面，然后稍微标记它的尺寸以及我想要摆放的位置跟就是形状。另外今天呢，我想要尝试用 GoPro 来 vlog。我收到了 GoPro 送给我的礼物，是这个 Hero 8的 GoPro。 我上一个 GoPro 是5，你看有多久以前了。我其实是到最近才比较常收一些公关品，然后我一直对此感到非常的感恩，然后因为有观众你们愿意来看我的影片，那品牌才会发现我，因为我是真的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所以我自己是非常的感恩你。然后今天这支影片呢也不是 sponsor 的，纯粹是我觉得既然有这个相机就好好的利用，然后顺便就开箱给大家看。就它还有送一些配件，像是这个 tripod， 然后还有这个 light mod 跟 medium mod， 还有一个可以挂着或是放在脚踏车前面用的东西。因为我一般都是用我现在的这台相机，就是 Canon 的 M50 来拍 vlog， 意思就是我从来没有用 GoPro 拍过 vlog。 好，我们现在历史性的一刻，哇哦， OK， 我要先放记忆卡进去。你们不要看我拍影片的，我对于这些东西其实是一窍不通。这样子好了，我现在来研究一下要怎么连到 App。 它连接的同时，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的睫毛刷得很棒，超长的耶。好，我现在 set up 好了，这样，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到我在干嘛。I'm a ghost, I'm a ghost, ghost. Keep it low, keep it low, low. I'm a dip to the castle, on the cloak, wiping off a little blood.Clothes creeping, I'm a monster for the weekend. Got a long fur coat, freaking. See when the truth start leaking. We could be each other's hate, but for the evening. 看起来像疯子。花絮呢 ？Oh my god！ 你知道，我上次跟昌元有去过一次，但是老实说，我有忘记他怎么走，所以我现在要凭印象再走过去。Then she met me at the college. Her friends play my songs and they been following me. Yeah, I don't like to do that much explaining or talking. Just know she had coffee with me. 跟你说，我是有备而来，帮我拿下。你准备小百科吗？你看我有备而来吧。有。有没有那种盆栽是比较不容易长虫的？仙人掌哦，仙人掌其实不会长。琴叶榕哦，甜一点就不会来。等一下看一下我跟哪一个。它有没有缘分啊？比较有感应。有感应。那你知道我要讲什么？还是我上次讲一样的话？你上次应该也讲一样的。其实仙人掌大颗都很贵，一颗都要几千块。哦，真的哎，这个要1300哦。或是是橡树，这个就是王美最爱系列之一龟背竹。
不然你就这个啊，会烂，基本上完全不用照顾。你会觉得很适合我？又没有照顾，好像可以耶。而且这里很多花店都可以，满多少可以。可以送吗？我本来在想说，我今天要怎么把它扛回家。这个都很重哦。刚刚昌元说要我买这个，它有一个很酷的名字，叫做云南地涌金莲。哎呦，从它可以开几乎半年呢，250天，好可怕吧。我刚刚已经选好了大的盆栽，然后现在来选小的。我现在呢在思考，要这个呢，还是这个呢，还是这个呢，还是这个呢？还是这个呢？你要跟我回家是不是？还没。这个呢叶子比较 Q 一点，这个颜色带有点白，然后。哇，其实长得都差不多，但又每个又有点不太一样。我现在来感应一下哪个跟我比较 matchy matchy。就是你 say yes to the plant。I do 。哎呦，这有少男喎，介唔介意啊？可唔可以有冇其他选择？就呢个款噶。咁你隔篱呢个咯。唔同喎，呢个粗啲。啊，点解唔同啲啊？姣啲嘛。一樣，呢個高啲㗎，唔係？一樣，你睇下啦，一樣㗎，你過嚟望清楚。那可能就是他做的時候，就是身後不一樣。那看你咯。要不然就這個啦，摸一下，摸感應一下。啊，呢個。呢個單冇問題。好。自己送貨啊？係送貨㗎。我俾。希望下次昌元来我家的时候，他们都还活着。所以昌元，你赶快来我家吧。不要拖太久。养小孩或养宠物之前，我先试试看养植物，先确保我可以养活他们。Hello。正在很努力熬找游戏的昌元。有听到他了吗？有。哦 ，nice。他完成了。妈咪。Cause I love you, baby, and if it's quite alright, I need you, baby, to warm a lonely night. I love you, baby. Trust in me when I say.Hey guys， 我现在回到家，然后我已经换回我的 Canon 相机。那我今天晚上呢，打算来煮这个我上次在韩国食品店买的冷面。那它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它就是说把面煮20秒之后，在冰水里面，过一下冰水，然后沥干，然后加上里面的 sauce 就完成了，是不是很适合像我这样子懒人的？另外呢，我要把这一整包的菜跟培根炒一炒，今天晚上把它吃掉。一是因为我今天肚子很饿，然后二呢是这个菜再放我感觉就要坏掉了，所以 ，Yep。Thank you.
片呢，再过20分钟我预计要上影片，但是我的缩图还没有弄，然后资讯栏也还没有打，总之就是还没有 ready， 但是我现在肚子还是太饿了，所以我觉得要填饱我的肚子先。这是我第一次吃韩国冷面的，好像我记得前几天看金针菇的影片，然后他说韩国的冷面就是一定要有冰块，所以我刚刚弄完面条就顺道丢了几颗冰块进去。我要先拍个照，三杯几嘴干几四杯吼，你重来。米饭的那个糯米的煮法，其实没可以用蒸笼蒸，只是蒸笼蒸的话，你就要事先把糯米泡6个小时。可是我跟你说，用电锅煮糯米最麻烦的一个地方就是那个水量要控制。快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的一个新朋友，就是这个罗勒。经过的时候就觉得好香，所以没有很贵，这样子10块钱一盆，我就带了一罐回家。虽然还不知道会把它养在哪里，但我们家的新朋友。好，你帮我签过没？好，你好，好的，就像你们刚看到的，这是我们家两个新的朋友。这盆好像叫做虎尾兰，然后另外我有一盆这个，其实我忘记你的名字了。再来哦，今天呢就是好开心哦，所有东西都一起到货。等我一下，我给你们看，这是我期待非常非常久的一个东西。它就是一个 bean bag， 现在把它的衣服给穿起来，哦，好舒服。这个是我在无印良品买的，因为我其实比价了蛮多网站，然后我觉得看到我喜欢的款式跟大小，其实价格都差不多，所以虽然这是一个单价比较高的小家私，但是是我想要很久，就是我已经心心念念了几个星期，然后也找了很多的网站，那最后呢是到无印良品逛的时候，刚好去试做了一下，就直接爱上了它。那我选的呢是这一个颜色，这个是我们在现场看到觉得最好看的颜色。어떻게할까요？好开心哦！我已经可以完全的想象到我一回家就会摊在上面的情景了。再来呢，我刚刚去杂货店的时候买了一个这个鞋架。我的鞋子，如果你们有看我以前的影片的话，就会偶尔会瞄到它，就是很散乱的摆在那边。但是这个你猜多少钱？这个是港币48块。当然我知道这个看起来它的质感没有到那么的好，但是没关系，因为我只是要来摆鞋子而已。太好了。
的各位，我已经chill在我的 beanbag 上面一段时间了，然后我现在要去煮晚餐。对，现在时间呢大概是5:30，但是我现在肚子很饿，所以我们今天提早吃晚餐。OK, good, let's go.今天的菜单呢，有这个鸡肉花椰菜跟辣花生炒乌龙面，名字很长，对不对？然后这个腌萝卜，还有刚打的西瓜汁。然后呢，刚看到 Plan D 上影片了，那身为忠实粉丝的我，我现在就是要吃我的晚餐配 Plan D 的影片。我今天用的调味料有蚝油、酱油、芝麻油，对，就这样子，三个。哦，对，我还加了味噌。여기딱붙어서안떨어지거든요이거옥수수떡인데그냥통째로구워야겠어요嗨，爸爸打球赢了。真的，你打球赢了？那有没有分红？有啊。那我的分红在哪里？今天去吃大餐呢、啊。那我没吃到啊。所以叫你不回来。想我吗？再说一次。对啊，你什么时候要回来啊？等那个旅游禁令解除之后啊。哦，如果要到明年呢？应该不会吧？谁知道？爸爸，你不要乌鸦嘴，我们。很快很快，爸爸，你工作如果很累就不要做了啦。你又不给我钱。嗯，你可以吃老本啊。啊，要你赚的钱一半给我，你又不要。不能给到一半啦，10%。好啦，赶快去休息，你今天不要太晚睡哦，哈。Love you。那今天非常漂亮。我今天就漂亮好吗？我一直都很漂亮啊。我要去。看书了，拜拜 ，love you， 拜拜。那我现在要做我晚上的 skincare， 然后今天影片不是 sponsor 的，然后我今天早上有去做 facial， 我觉得做完之后脸真的有比较光滑，而且他帮我处理掉我的黑头，我觉得超开心的。The other piece of my heart moves slow,
somewhere in the great unknown. When I return from the afterglow, will you carry me like I am whole again? Wait, hold on, put me together, take me back where I belong. I want it all, I had a feeling, but the feeling is all gone. Wait, hold on, put me together, take me back where I belong. 我的眼睛啊，最近真的细纹超级夸张的，所以啊，以前真的是不太会想到要去擦眼霜这件事。唉，那今天影片呢，大概就这样子，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吧，拜拜。Told my brothers one day we gon' make it. We just gotta grind for that paycheck. Mama told me one day I'll be famous. Remember when she used to say she hated us. Back then they would laugh when I say shit. Now I'm inside all them people's playlists. So one day I'll be stomping.